世界上最贵的花瓶。你有想过世界上最贵的花瓶长什么样吗？是黄金做的花瓶。No no no， 肯定是钻石花瓶，亮闪闪的，多浪漫呀！全都不对。其实世界上最贵的花瓶长这个样子，这是1000年前明代青花瓷，价值1亿。一个亿！小心，你脚下的是2000年前的唐三彩，价值也有1亿。2000年？没错，在其他人还在玩泥巴的时候，中国人就已经学会了用泥巴做陶瓷。在古代，拥有陶瓷用具可以说是身份的象征。老铁，敢饭不？Oh my god！ 你们中国人都用这么贵的碗吃饭吗？我居然在用我一辈子也买不起的碗吃饭！你要是喜欢，我再给你一个就是了。什么？土豪，我们做朋友吧。不过现在的陶瓷碗已经很便宜了，一套也不过几百块。